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关于肯德基和麦当劳的炸鸡。相信啊，大家都对肯德基和麦当劳不会觉得陌生啊，不光是在别的国家，我们中国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炸鸡快餐店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肯德基用韩语是怎么来表达的。肯德基叫什么呀？Kentucky Fried Chicken 啊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叫肯德基啊，这个呀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见的肯德基的外带全家桶啊，就是鸡翅、鸡米花啊，还有肯德基最有名的蛋挞啊，烤的也是非常的好吃。Kentucky Fried Chicken 啊，肯德基 ，Kentucky Fried Chicken。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啊，炸鸡也比较出名的麦当劳 McDonald 麦当劳啊，麦当劳的炸鸡呢也比较好吃啊，是麦当劳也是非常有名的甜品派。这个是什么呀？啊，应该是菠萝派。菠萝我们原来说过学过是什么？菠萝 pineapple pie 这个是香芋派啊，香芋派。芋头我们用韩语怎么说？这个我们之前也学过，突然派和 pineapple pie 啊，菠萝派和香芋派。韩国啊，除了麦当劳和肯德基之外啊，还有一个也是非常出名的韩国本国出产的一个炸鸡的快餐店，叫什么？乐天利 Lotteria。这个相对肯德基和麦当劳来说呢，价格呢稍微高一些。它除了有一些炸鸡，还有牛肉的汉堡之外呢，它还有最出名的米汉堡啊，米制汉堡。Lotteria 乐天利。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单词部分，当然也是关于炸鸡啊，肯德基和麦当劳里边的一些餐饮，它的韩国语叫法。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감자튀김，薯条啊，炸薯条，薯条，감자튀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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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鸡翅啊，鸡翅，타나게，타是什么呀？鸡啊，나게呢是什么呀？翅膀，合起来就是타나게，翅膀，鸡翅膀，鸡翅。好，닭다리啊，닭다리。跟那个坦丹给是一样的啊，就是鸡和腿加起来就是什么呀？鸡腿，塔达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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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汉堡 ，hamburger。Hamburger。 糖原味鸡啊，原味鸡 Original Chicken 是一个外来词啊，是英语的外来词 Original 啊，原味啊，原味鸡 Original Chicken 啊，原味鸡。香辣鸡翅 Hot 什么呀？啊，辣，英语 hot 啊，辣，翅膀啊。晕是什么呀？啊，是
鸡的翅膀啊，那一块叫 wing， 黑 wing， 黑 wing， 黑 wing。糖香辣鸡腿堡，金哥 burger 啊，金哥 burger， 金哥 burger， 金哥 burger， 香辣鸡腿堡，金哥 burger。마지막芝士香辣鸡腿堡，치즈징거버거，치즈징거버거，치즈징거버거。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薯条감자튀김，감자튀김，감자튀김。다음鸡翅단날개，단날개，단날개。다음鸡腿닭다리닭다리닭다리다음汉堡햄버거햄버거햄버거다음原味鸡오리지널치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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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원웨지다음香辣鸡翅핫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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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香辣鸡腿堡징거버거징거버거징거버거다음芝士香辣鸡腿堡치즈징거버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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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下一组单词。第一个，墨西哥鸡肉卷 ，twister， twister， twister。다음香甜粒米棒 ，corn butter， corn butter， corn butter， corn butter。다음玉米沙拉 ，corn sa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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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n。샐러드 드 다음 상校鸡块 아 상校鸡块 nug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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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 蛋塔 egg t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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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薯条的另一种说法呼连鸡呼拉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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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지막啊圣诞圣诞 ice cream Sunday ice cream. Sunday ice cream. 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墨西哥鸡肉卷 Tw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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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香甜粒米棒 Corn butter. Corn butter. Corn butter. 다음玉米沙拉콘샐러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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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상校鸡块 nugget nugget 蛋塔 egg tart
에그 타르트 수타오 후렌치 후라이 마지막 Sunday ice cream. 好，看最后一组单词，第一个全家桶。Jumbo chicken bucket. 可口可乐。Coca-Cola.Coca-Cola 다음巨无霸 Big Mac 다음双份的 Double 다음雪碧 Sprite 苹果派 Apple pie 마지막辣味 Spicy 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全家桶 Jumbo chicken bucket 可口可乐 Coca-Cola 다음巨无霸 Big Mac 다음双份的 Double 다음雪碧 Sprite 苹果派 Apple pie 마지막辣味 Spicy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一些啊关于点餐的短句汤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句请给我来份一号套餐이로세트메뉴하나주세요이로세트메뉴하나주세요세트套餐아이套套餐이로세트메뉴하나주세요이로세트메뉴하나주세요다음我要一个巨无霸아巨无霸刚才我们说过什么呀 Big Mac 아 Big Mac 하나주세요 Big Mac 하나주세요 Big Mac 하나주세요다음请给我一个麦香鸡腿堡 McChickenburger 하나주세요 McChickenburger 하나주세요 McChickenburger 하나주세요다음我要一个双层吉士汉堡啊妻子 Double 是什么呀双啊双份双层 Double Chickenburger치즈버거하나주세요 Double 也是一个英语的外来词啊 Double 啊 Double 치즈버거하나주세요 Double 치즈버거하나주세요 Double 치즈버거하나주세요다음我想要一个什么呀麦香鱼汉堡啊麦香鱼필레오피쉬버거하나주세요필레오피쉬버거하나주세요필레오피쉬버거하나주세요다음有麦乐鸡吗치킨메너겟아치킨메너겟있어요치킨메너겟있어요치킨메너겟있어요치킨메뉴게있어요치킨메뉴게있어요마지막콜라작은컵한잔만주세요
请给我一杯什么呀？小可乐啊，茶根컵啊，小杯。콜라작은컵한잔만주세요。콜라작은컵한잔만주세요。콜라작은컵한잔만주세요。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이로세트메뉴하나주세요。이로세트메뉴하나주세요。이로세트메뉴하나주세요。빅맥하나주세요。我要一个巨无霸。빅맥하나주세요。빅맥하나주세요。빅맥하나주세요。다음请给我一个麦香鸡腿堡。맥치킨버거하나주세요。맥치킨버거하나주세요。맥치킨버거하나주세요。我要一个双层芝士汉堡。더블치킨버거하나주세요。더블치킨버거하나주세요。더블치즈버거하나주세요。더블치즈버거하나주세요。我也想来一个麦香鱼汉堡啊，麦香鱼。필요피시버거하나주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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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麦乐鸡吗？啊，麦乐鸡。치킨메뉴케있어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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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지막我要一杯小可乐啊，一杯小杯的可乐。콜라작은컵한잔만주세요。콜라작은컵한잔만주세요。콜라작은컵한잔만주세요。好，看下一句，一杯中雪碧啊，스프라이트중간컵한잔만주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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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请给我来杯大芬达啊，大杯的芬达，欢塔啊，芬达叫什么呀？欢塔，欢塔큰컵한잔만주세요。欢塔큰컵만，큰컵한잔만주세요。欢塔큰컵한잔만주세요。我要一个大号的薯条。포테토큰걸로하나주세요。potato 啊 ，potato 呢是也是一个外来词啊，一个英文的叫法。potato 啊 ，potato 用啊，我们听着就感觉像什么呀啊，英语的 potato 啊 ，potato。potato 큰걸로하나주세요。potato 큰걸로하나주세요。potato 큰걸로하나주세요。我要一个草莓圣代，딸기천대이啊。하나주세요。圣诞，圣诞，圣诞啊！딸기천대하나주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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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香草圣诞或巧克力圣诞吗？바닐라천대이나초콜릿은데이있나요아발레발닐라아발닐라발닐라향초아향초발닐라발닐라은데이있나초콜릿은데이있나요발닐라은데이있나초콜릿은데이있나요两块麦辣鸡翅和一个苹果派 spicy chicken tender 아 tender spicy 啊 ，spicy chicken 啊，两块辣鸡翅 ，spicy chicken 된다하나라 ，apple pie 하나주세요 ，spicy chicken 된다하나라 ，apple pie 하나주세요。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
스프라이트중간컵한잔만주세요스프라이트중간컵한잔만주세요환타큰컵한잔만주세요환타큰컵한잔만주세요포테이토큰거로하나주세요포테이토큰거로하나주세요딸기샌드위치하나주세요딸기샌드위치하나주세요바닐라샌드위치나초콜릿샌드위치있나요바닐라샌드위치나초콜릿샌드위치있나요스파이시치킨 덴더하나랑애플파이하나주세요스파이시치킨덴더하나랑애플파이하나주세요스파이시치킨덴더하나랑애플파이하나주세요我要一个麦辣鸡腿和一个菠萝派 Space chicken 더하나랑 Space chicken 랜더하나랑애플파이하나주세요 Space chicken 랜더하나랑애플파이하나주세요토마토케찹좀주세요아토마토케찹番茄酱아番茄酱포테토케찹좀주세요여기서먹을거예요要在这吃가지고갈거예요要带走가지고갈거예요要带走好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스페이치킨랭거하나랑파인애플파이하나주세요스페이치킨랭거하나랑파인애플파이하나주세요스페이치킨랭거하나랑애플파이하나주세요스페이치킨네거하나랑애플파이하나주세요포테토케찹좀주세요아토마토케찹좀주세요토마토케찹좀주세요토마토케찹좀주세요여기서먹을거예요여기서먹을거예요여기서먹을거예요가지고갈거예요가지고갈거예요가지고갈거예요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对话麦当劳的啊麦当劳的麦当劳啊欢迎来到麦当劳맥도날드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환영광临麦当劳아맥도날드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무엇을주문하시겠어요무엇을주문하시겠어요您想要点什么아你想点点什么빅맥한세트아빅맥한세트파이하나그리고야채샐러드하나주세요给我一个巨霸啊，还有一个派，还有一份什么呀？蔬菜沙拉。맥도날드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무엇을준비하시겠어요빅맥한세트아빅맥한세트파이하나그리고야채샐러드하나주세요음료수는무엇을드릴까요你要喝什么饮料吗？음료수는무엇을드릴까요핫오렌지주스한잔주세요给我一杯什么热橙汁핫오렌지주스한잔주세요핫오렌지주스한잔주세요이렇게만하시겠어요就要这些吗이렇게만하시겠어요이렇게만하시겠어요네그렇게해주세요好的就是的就给我这些吧네그렇게해주세요好我们再来读一下맥도날드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무엇을주문하시겠어요맥도날드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무엇을주문하시겠어요빅맥한세트파이하나그리고야채샐러드하나주세요빅맥한세트파이하나그리고야채샐러드하나주세요음료수는무엇을드릴까요음료수는무엇을드릴까요핫오렌지주스한잔주세요핫오렌지주스한잔주세요
이렇게만하시겠어요이렇게만하시겠어요네그렇게해주세요여기앉아있으세요내가가서주문할게요你呀、啊、在这里先坐一下我来什么呀我去点餐여기앉아있으세요내가가서주문할게요여기앉아있어요내가가서주문할게요뭐주문하려고요뭐주문하려고요你要点些什么呢아직잘모르겠어요뭐먹고싶어요아직잘모르겠어요뭐먹고싶어요我还没想好呢你想吃什么呀나는햄버거하나나는햄버거하나호렌치후라이큰거하나펩시작은컵만아작은컵한잔만한잔요我要一个什么汉堡一份大份的薯条还有一杯什么呀펩시펩시什么呀啊可乐我还要一杯什么呀小杯的可乐펩시작은컵한잔你요好알았어요금방가져올게요아知道了我马上啊就来금방가져올게요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여기앉아있으세요내가가서주문할게요여기앉아있어요내가가서주문할게요여기앉아있어요내가가서주문할게요뭐주문하려고요뭐주문하려고요뭐주문하려고요아직잘모르겠어요뭐먹고싶어요아직잘모르겠어요뭐먹고싶어요나는햄버거하나후라이후렌치후라이큰거하나펩시작은컵한잔이요나는햄버거하나후렌치후라이큰거하나펩시작은컵한잔이요알았어요금방가져오세요오게요알았어요금방가져올게요무엇을주문하시겠어요你要点点什么呢무엇을주문하시겠어요치즈버거중에프렌치후라이큰거하나요치즈버거중에프렌치후라이큰거하나요다른거는요还要别的吗다른거는요펩시작은컵한잔이랑쉐이크한잔주세요펩시작은컵한잔이랑쉐이크한잔주세요아我要一杯小杯的可乐还有一个什么呀奶昔啊펩시펩시작은컵한잔이랑一杯小可乐쉐이크한잔주세요아쉐이크날씨쉐이크쉐이크한잔주세요네모두만원이에요아이공이만원네모두만원이에요여기요치즈몇장더주시겠어요能多给我一些几张什么样餐巾纸吗치즈몇장더주시겠어요여기요치즈몇장더주시겠어요네알겠습니다好的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무엇을주문하시겠어요무엇을주문하시겠어요치즈버거두개프렌치후라이큰거하나요다른거는요다른거는요펩시작은컵한잔이랑쉐이크한잔주세요펩시작은컵한잔이랑쉐이크한잔주세요네모두만원이에요네모두만원이에요여기요티슈몇장더주시겠어요티슈몇장더주시겠어요네알겠습니다네알겠습니다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语法部分慢它限定在什么呀用于名词的后面啊用于名词之后
意思是什么呀？表示程度的比较啊，表示程度的比较。慢呢、啊、慢表示程度的比较时，与만큼的意思相同，但不能与之互换使用。在句中常以什么呀？만못하다的形式出现。比如说第一个例句，형이동생만도못하구나啊，哥哥还不如弟弟呢啊，哥哥还不如弟弟呢。형이동생만도못하구나啊，哥哥还不如弟弟呢。형이동생만도못하구나，형이동생만도못하구나。좋은호텔이라도우리집만못하나啊，就算是好的酒店啊，也不如我家啊，也不如我们家。좋은호텔이라도우리집만못하다，좋은호텔이라도，就算是好的啊饭店，好的酒店，우리집만못하다，也不如我们家啊，也不如我的家。좋은호텔이라도우리집만못하다。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형이동생만도못하구나，형이동생만도못하구나，哥哥连弟弟都不及啊，哥哥还不如弟弟呢。형이동생만도못하구나，就算是很好的酒店也还不如我家呢。좋은호텔이라도우리집만못하다，좋은호텔이라도우리집만못하다啊，좋은호텔이라도우리집만못하다。我们来看一下补充深化部分。第一种啊，表示限定的范围，相当于汉语中的什么呀？指、紧和光啊。比如说，所有人都来了，只有英秀没来。모두왔는데啊，所有人都来了。모두왔는데영수만안왔어요啊，영수만안왔어요。모두왔는데영수만안왔어요，所有的人都来了，但是只有谁啊？영수英秀啊，他没有来。모두왔는데영수만안왔어요，只吃一点肚子就饱了。조금만먹어도배가불러요，조금만먹어도배가불러요，我只吃了一点呢，怎么样啊，就饱了。조금만啊，只有一点。조금만먹어도배가불러요啊，只吃了一点肚子就饱了。看看第二种，表示强调，相当于汉语中的什么呀？只要啊，只要。평원에는안가고약만샀다가먹어요，没去啊医院，只啊买了一点药吃了啊。평원에는안가고약만사다가먹어요，평원에는안가고약만사다가먹어요啊，没有去医院，只是买了一点药来吃。평원에는안가고약만사다가먹어요，阿姨只会说谎，不遵守约定。아주머니는거짓말만하고약속을안지킵니다。阿姨只会什么呀？说谎，거짓말啊，거짓말，谎言、谎话。아주머니는거짓말만하고약속을안지킵니다。她只会啊，阿姨只会说谎，但什么呀？从来不遵守什么呀？约定。아주머니는거짓말만하고약속을안지킵니다。아，약속을안지킵니다。好，我们再来读一下。모두왔는데영수만안왔어요，모두왔는데영수만안왔어요，조금만먹어도배가불러요，조금만먹어도배가불러요，병원에는안가고
양말 사다가 먹어요. 병원에는 안 가고 양말 사다가 먹어요. 아주머니는 거짓말만 하고 약속을 안 지킵니다. 아주머니는 거짓말만 하고 약속을 안 지킵니다. 아주머니는 거짓말만 하고 약속을 안 지킵니다. 好，又到了我们每日汉巴迪每日一句的环节了，看看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又是怎样的一句话呢？即使是蜗牛，只要下定决心的话，也能够横渡大海。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生词，蜗牛怎么说呀？那个老师呢以前讲过，蜗牛怎么说啊？排配你。啊，我们在讲化妆品那节课的时候啊，老师讲过啊，蜗牛霜啊，台喷一 cream 啊，就是台喷一蜗牛，台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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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慢慢먹个면，只要慢慢먹다啊，慢慢먹다，下定决心啊，吃。我们看字面的理解啊，感觉像是마음먹다啊，痴心。但是呢，我们翻译成啊，中文呢是什么意思啊？下定决心啊，下定决心。타페이도마음만먹으면，即使是蜗牛啊，只要下定决心的话，就会怎么样？바다를건널수있다啊，바다를건널수있다，건너다啊，건너다什么意思啊？可能打度过啊，跨过、度过、通过啊，也能怎么样？爬达人可能苏一带也能横渡大海，也能怎么样啊？通过过去大海也能怎么样啊？横渡大海，通过大海啊。我们再来读一下：台北一路慢慢某个面，爬达人可能苏一带。台편이도마음만먹으면바다를건널수있다台편이도마음만먹으면바다를건널수있다啊，即使是蜗牛啊，但是它只要下定决心的话呢，也是能够横渡大海的啊。这句话呢，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怎么弱小，怎么啊薄弱，但是呢，我们只要有恒心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完成我们啊觉得想做但是做不到的事啊，也是能可以完成的，只要下定决心的话。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台편이도마음만먹으면바다를건널수있다。好，今天的课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오늘수업이여기까지끝나겠습니다네여러분들수고하셨습니다다음에만나봅시다